刚刚刚说一下，我们这有点过分了，打了你们。那你能不能听？啊，好，你们说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刚才那先生的情绪比较激动。哦，我知道。然后您到门口是。对，扔东西来着。哦，我扔什么东西了？你说，你跟我说的人什么东西吗？你说，塑料水瓶。我伤到谁了？我伤到飞机了？没有，就扔在地上了。哦，然后呢？觉得客人的情绪比较激动。哎，你想一下，万不关一个小时。我让他说完了，请让他说完了。你说，其他的客人呢？有伤到了吗？没有，后面没有。你们这个是航班延误，都安排去酒店了是吧？对，他们不吃是吧？赶快下车。你别动，你别动我了，你干什么？你看我们不抓你，为什么不抓你？你们干。